海军陆战队队员。我们的故事是关于强军十年的故事。刚开始我被反复要求重新学习一件事。小龙，快跟上，调整呼吸。就是呼吸。从小到大已经重复了大概1.5亿次的呼吸。降！下来啊，小龙！下来啊，加油！干就完了。小龙，来，看着我，别紧张，跟我呼吸。降！同志们，接下来我们将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海域和岛上环境，但是2小时后我要在指挥所看到你们传回的目标信息。蛟龙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保证我任务。行动。是。继续，此次分配任务时间长跑短，务必密切配合。蛟龙一队，祝你们顺利。我们班长曾经教过我，控制呼吸，也控制一切。后来我又重新认识了一个词，就是战友，以及背后的信任、守护和血腥。别动啊！再后来，我也成了别人的班长。其实陆战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最强的自己。这叫做信任射击，之后你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把后背放心地交给队友。战斗吧！立
即执行作案任务，目标西太海域。报告建制，收到，迅速小组发送目标，请示发射。同意发射。